叶星辰专注做好眼前的工作，自然就会被看见。看不过瘾，快加入虚新闻粉丝团。我是到2013年拍电影《Kano》时才开始觉得这真的是我喜欢做的事。《Kano》拍摄时有长达半年的表演训练，慢慢发现我很喜欢表演，这是我想做下去的职业。演员当然有很多辛苦的地方，比方说有时候台词很长，也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。我觉得但说到演员工作迷人的地方，他就像之前在这很难，我们常常会因为外在压力苦恼，但真的要慢慢走出自己的路。未来他希望继续演下去，但目前没有太长远的想法。